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华夏探世界。本期视频我们就去看一下苹果手机最奇特的六个神器吧。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为了从众多品牌手机中脱颖而出，为手机设计一些很酷的配件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是一种苹果特有充电器，被称为脐带式充电器，它看起来就像未出生的婴儿连接母亲的脐带一样，并且在充电的情况下还会使手机跳动，外观有点吓人就算了，连充电时也是一惊一乍的。这款带有橡胶手套的手机壳同样是苹果手机一款疯狂的手机壳，它可以让你像握手一样拿着你的手机，就像跟人握手一样真实。这是苹果手机另一款创意的手机壳，在它的背面有一个巨大的鼻子，主要作用是为了轻松放置手机或耳机等。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手指穿到里面抓住手机，这画面看着就让人忍俊不禁呀。戴着帽子也能轻松观看视频，这款电视帽绝对能够满足你，不管你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躺在沙发上，只要你戴上这顶电视帽，你就可以舒服地享受到私人电影院了。虽然表面看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舒适度才是第一位，不过还是不要观看时间太长，还要注意保护自己的眼睛哦。这款手机壳对于女生来说就厉害了，它能保护你免流氓的伤害。在手机壳的右边有一个按钮，当你遇到危险时按下这个按钮，它就会像电棒一样释放出电流，将人击晕，不过尽量不要触碰到它。这款异地接吻神器专为异地恋的人而设计，该设备配有压力传感器，可测量嘴唇的压力传送到对方的手机上，即使相隔千里之外，你也可以互相吸引，是不是感觉很神奇呢？那小伙伴们看到这里，觉得哪个最吸引你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记得点关注，观看下期视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